关昨日发生于本辖的连结车负载物品三多案哦。那经查，连结车因为位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哦，那再加上本身车上负载的物品捆绑未牢靠，那导致闪避前车的时候，那捆绑的物品散落。那本所到场后，除疏导交通以外，也依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30条第1项第2款来做举发。